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Stan.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婆是亲母事件的最新后续。不清楚这是什么事件的人，先去看看这个。虽然 DNA 检测结果 99.9999% 是亲子关系，但是始终都没有承认这个结果的外婆石某，在昨天5月11号进行的二审公判，石某的律师在法庭表示，包括 DNA 等，对于检方提出的所有证据都表示认同，但是这些都不能作为有效的法律证据。法官问，被告是认为 DNA 的检测结果可以作为证据，但是不能证明被告的生育事实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律师回答，虽然有点矛盾，但被告是这个意思，也就是在说，可以认同 DNA 的结果是我的孩子，但是我没有生过孩子。你滚开手里啊！我有喝酒，但是没有酒驾。我点了炸鸡，但是不能认同这是一只鸡。结婚后离别了，但是不是离婚。你怎么不说是从蛋里出来的呢？他自己应该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这到底是胡扯什么？律师，你自己说了也觉得很可笑吧？认同是证据，但是不能作证，哪有这么矛盾的话？所以他到底是在说什么呢？下一个消息是，第一代爱豆男团 Jackie 的成员李杰进宣布结婚了。昨天，李杰进透过所属公司 YG 娱乐表示，一直以来在身边温暖姻缘的粉丝们，想要最先告诉你们，不久前我决定与一位女性一辈子在一起了。最近因为疫情，大家都在度过很辛苦的时刻，我不会举办婚礼，将以两家家人间简单的吃个饭来代替。再次向给予无限爱意的粉丝们说声谢谢，还有像亲兄弟一样照顾我、为我费心的成员们也想说声谢谢。每次听到第一代、第二代爱豆们的结婚消息的话，就会非常的高兴。希望李杰进新婚快乐，甜甜蜜蜜，百年和好，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예전보다지금네가더괜찮을거야下一个消息是，昨天 Park Ji-moon 的 HYBE Music 正式宣布 ，K-7 的队长 JB 以 JB 的名字加入了 HYBE Music， 并且将在14号发表加入后的首张单曲。听说是 Park Ji-moon 先去找了 JB， 希望他能加入 HYBE Music。总之，在 JB 加入 HYBE Music 后，离开 JYP 的 K-7 七位成员都确定了新的经纪公司。首先是 Mark 成立了艺人经纪公司，行程是由 Brad Pitt 所属的美国大型经纪公司 CAA 管理。而队长 JB 加入了 HYBE Music， 成员 Jackson 也设立了艺人经纪公司，而行程是由 P 从刚我 Honey 的所属公司 Sublime Artist 的 Agency 管理。启宁加入了 Ebeon Ujite Han Jimin 的所属公司 BH 娱乐，杨杰加入了 P 从刚我 Honey 的 Sublime Artist 的 Agency， 边边加入了 Sammy 的所属公司 Abyss 娱乐，最后就是忙内 Yugyeom 加入了 Park Ji-moon Sammy 的 AOMG。 所以整理一下，就是这张图都搬到了非常好的公司。虽然 K-7 七个人离开 JYP 都各自进入了新的经纪公司，但是之前就说过，成员们每个月都会写 K-7 的歌，一年会发表一次 K-7 的专辑，真的可以成为 idol 合约到期后最佳的模范先烈。能看出来 K-7 就算分开了，各个成员们的实力还是非常卓越的。 Park Ji-moon 以后会不会把结束 JYP 合约的人都带走呢？K-7 成员们加油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普阿的亲哥哥癌症末期的消息。5月10号，普阿的亲哥哥在 IG 上传了一张诊断书后留言，去年12月因为腹膜炎体内的支架穿出肠道而出现了肠道穿孔，接受了紧急手术，但是情况没有好转，现在腹膜炎已转移成腹膜癌四期，多间医院都判断期待寿命只剩下两三个月，因为两个月未能进食，体重已掉到36公斤。普阿也有在哥哥的 IG 留言为他打气，哥哥我爱你，我们能坚持的，我一定会给你煮拉面，我们要一起吃，哥哥是在温眼中最潇洒最强的人，谢谢你每天都坚持下来。因为去年夏天我妈也是确诊了乳房癌三期，在二月份动完手术后，现在正在接受化疗，所以多多少少能理解普娃家人们现在的心情。大家千万要记住，身体有异常的话，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不去医院，对于健康就要跟担心鬼一样，有病就要去看医生才可以，知道了吗？我相信这世界还是有奇迹存在的，所以希望普娃的家人们能加油。